好，在这一边我们进入马来西亚。OK，第一题，在这一边它这一个是 number pattern。OK，然后我知道这一个它加四个八，所以这个会变成七个八，然后一又八个七。OK，一又八个七的情况之下呢，它这边没有了。所以我的 EU 87的时候呢，它这一个是 EU 87 188，然后15.7，OK，好，所以它是7.8跟15.8。好，B 的这一边，它要我们用下面的 number card，然后 ascending order 是小到大，然后最大跟最小，还有 difference between 最大跟最小。所以这一个减4.65减1.67，2.97，4.83。OK，所以我们要比谁比较大，谁比较小的话呢？我们用直的数目线，4.83，2.97，这边有零，然后 -1.67，-4.65，好，所以最大的号码是4.83，这一个是 -4.65，所以它这个是4.83。减 -4.65，所以我在这边减变成加4.83加减 -4.65，然后它就变成了9.48，所以它答案是9.48。好，接着 C，它是一个 cube 的那个礼盒，然后要给那个 Danisa 在他的生日的时候。然后他说他的 side length y，然后他的 surface area 是这个，surface area 是表面积，它是6y square。OK，我们知道 surface area 呢是6y square，离3600，所以的 y square 会变成600。什么东西来的？OK，so surface area。step loss each of the surface area，这不是 each of the surface area，它是一它不是 surface area，不是表面积，它是直接每一面的面积，就是说每一面的 area。OK，你不要看那个 surface 呢，loss permukaan kotak itu setiap loss permukaan 它每一面是3600。所以 y square 等于3600，y 等于 square root of 3600，所以它是60 millimeter。OK，所以它的 y 我们找到的是60 millimeter。然后题目呢要 in cm，所以它是6 cm。然后 B，Dennis 要 keep this box in a bigger cube case with side of 80 mm。Volume of the cube shape in cm cube。这样的情况之下，就直接80×80×80了。So，可是它这个要 cm cube 哦，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然后它的 length 呢是 80mm，也其实是 8cm 啊。然后这样它的 volume 呢是8×8×8，然后会变成512 cm cube，所以它答案是512。cm cube 就是这样而已。所以这一题它在玩单位，OK？你的单位你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之下呢，你这一题搞不好你就直接拿不到满分了，OK？所以我们要小心看题目的单位，OK？cm、cm cube 这样的东西。所以在这一边，这个它的 length 会是等于80 mm。也就是8 cm。好，接着在这一边，它是 P 跟 Q 的售价15块跟30，然后 number P 是20粒，Q 是40粒，然后它是 proportional or not？所以我的 RM 15除以20，所以我这边15除20，然后拿到的是3.4。然后我的这个呢，就
M 三十 over 四十的时候，我也拿到三百四。OK，所以两个都是三百四的情况之下呢，所以它是属于成比例 proportional。好，B describe each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set by using listing and set builder notation. R in the set consists of multiple of find the less than 三十。So listing 的话就五十、十五、二十、二五，小过三十没有。OK，set builder notation 呢，它是 x 点点 x is multiple of find that less than 三十，这个就是 set builder notation。然后在这一边，他说。S is the color of traffic light. So 我们知道它是红灯停，然后还有黄灯准备，还有青灯行，这样 green 三个。OK，set builder notation 的话，它是 x 点点 x is the color of traffic light，好，就是这样。记得要放这个 curly bracket 啊。然后我的 curly bracket 我放到有点点不像 curly bracket 这样，那就是要这样，这样，OK，好，对，好，接着 C 的这一边，L 呢是 factor of 二。M 是246，然后它是 equal set or not？So L 是 factor of 2，122，然后这样我的 L 不等于 M，所以它不是 equal set。OK，so 这个不是 equal set。好，然后接着呢，它是 N 是 perfect square 的 less than 15，然后 E 的 square E，然后那个。二的 square 是四，三 square 九，四 square 16，所以我的这一个跟 P 一样，所以它是属于 equal set。OK，so 我的 n 等于 P 嘛，perfect square less than 15，然后我们知道 e square 等于 e，二 square 等于四，三 square 等于九，四 square 等于16，这个大过15了，所以一四九十六嘛。149 equal 3，对。好，在这一边，他说，Harry 买了一些 skewer of chicken，没有鸡，就 skewer of chicken satay 跟 meat satay，他给了10块钱。Chicken 是1块钱，然后这个 meat 是2块钱，然后 number of meat satay bought is an odd number。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就有x 个 chicken，然后 y 个 meat，OK，所以我的 x 乘以1块钱加 y 乘以2块钱是10块钱。那在这一边呢，他说他这一个。odd number, meat 是 odd number, so y 是 odd number, 所以 odd number 是什么呢？单数一三五七九，所以我在这边我心里想，如果我的 y 等于 e 的时候，这样我就有 x 在这边的这个是什么？x 加二 y 等于十，x 加二乘 e 等于十。所以我的 x 呢会是等于十减二等于八，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八个 chicken。好，然后我的 y 呢，我让它是二，我的 y 是二的情，二不可以，因为一三五嘛，三 y 等于三的时候，我的 x 加二乘三等于十。
So x 等于十减六等于四，所以它这一个是四个这个。OK，可是如果我的 y 等于五的时候，x 等于二乘五。哎，OK，它在这边，x 加二乘五等于十，so x 等于十减十等于零，这个不可以啊，因为题目它说它买了一些 chicken 跟一些 meat 嘛，所以我的这一个 x 一定要大过零啊，这个 rejected，为什么呢？因为我的 x 大过零，OK，它最少要买一只，好，所以这一边呢，就是你写八个，OK。就是说，它是八 chicken and 一个 meat，或者是四 chicken and 两个 meat，三个 meat。OK，好，接着在这边还要 fill in the blank for inequality，所以我的五。x 五小过 7，x 大过零，它乘大过零的东西，它符号不会改变，小过始终还是小过。就是说我在这一边五小过7，然后我五乘二还是小过7乘二，我五乘三还是小过7乘三，这样，OK，所以它是小过。这一个 y 小过零，y 小过零的情况之下呢，它这一个是 negative value。所以当它乘的时候呢，它就会换方向。OK，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乘或除 negative value 的时候，我需要换它的那一个方向。OK，所以我在这边我减二乘减一，我减二它是大过减五的，可是我的减二乘减一。跟减五乘减一的话，减二乘减一呢，它拿到的其实是二，这个是五，这个时候它会变成小过，OK，所以它原本是大过，它就变成小过，哦，我这边写错了，它大过它会变成小过，这个会变成小过，OK，so 这个它会变成小过，好，好，接着这一个你好。接着在这一边它要 solve inequality，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把我的 9x 搬来前面，然后10搬过去，14x 减 9x 大过等于10，5x 大过等于 10，x 大过等于10 over 5，x 大过等于2，好，就是这样。然后接着第二的这一个部分呢，它有分数，所以我会教我学生乘三。乘三呢是我的三三月，所以它变成四 x 减九小过等于三 x，然后接着我把这个搬过来，所以它变成四 x 减三 x 小过等于九，所以 x 小过等于九，好，就是这样。好，第四题，这一个小过90度的话呢，它的名字叫做 acute angle。OK，然后过后呢，90度的话呢，它叫做 right Complimentary。angle，no complete，OK，so 它是90到180之间，它这个是 obtuse angle，然后180到360的话呢，它是 reflex angle，OK，reflex angle，名字要背上来，这种名字你没有背你就错，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So 马来文的话呢，它这个叫做 sudut tirus，然后这一个它叫做 sudut tepat，然后这一个是 sudut cakar，然后这一个是 sudut refleks。OK，这一个是 sudut，前面要写 sudut 啦，可是我因为我来不及，所以我就没有写 sudut 了。OK，so 这样啊，可以啦，我在这边我这样写了。Sudut tirus, sudut tepat, sudut cakar, sudut refleks. OK, so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这个是 BI version，这一个是 BM version，这个分一下。So sudut tepat also we can
call in，输入 TEGAK TEGAK 两个都可以接受。OK，好。So 在这一边，它是 square dot shape，画一个 polygon with 六个边，然后 number of diagonal。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就想象我画这一边六边形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错了，so 一、二、三、四、五、六。So 六边形，然后它的 hexagon 这一个叫做 hexagon，H E X A G O N hexagon hexagon。So B M 的情况之下呢，那叫做 hexagon。OK，然后在这边 number of diagonal 的话呢，我们是六乘六减三除二，所以它是九。OK，好，在这一边呢，你如果你不用这样的方法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OK，你 copy and paste 出来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在考卷那边画给老师看，这一边是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九条。所以它这个是 n 等于九，OK 好。但是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number of diagonal 呢，它的 formula 是 n 乘 n 减三 over 二，所以它是六乘六减三除二，就是这样。好，来，接着在这一题里面，它 PQRS 是一个四边形，然后那个 SRT 跟 QRU 是直线。它的 STU 这一边是 X，然后这一边是 2Y，OK，然后它要我们 find the value of X 加 Y，OK，在这一边的话呢，好，这一题有点复杂，OK，我在这一边呢，我的这一个啦。三角形外角等于内对角和，它这一个会变成了 x 加 2y，然后这一边它也是 x 加 2y，然后这一个地方呢，它是百八减 x 加 2y，这一个地方它是百八减 x 加 2y，OK，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我这整个和上来的时候，它这一个是百八减。x 加 2y 再加 x 加 2y，然后再加 x 加 2y，OK，再加 x 加 2y，所以全部合上来的时候呢，它这一个减掉这个，它会变成百八加 x 加 2y，OK，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些全部东西跟它加上来的时候，我这一个。是一个四边形，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这一个是一个四边形，这样是一个四边形，这一个、这一个，还有这一个和这一个是一个四边形，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41减 x，然后再加30，再加百八加 x 加 2y，然后再加。那个33度等于360度，OK，那41减 x 加30加180加 x 加 2y 加33等于360度，so 我的这个减 x 加 x 我就可以 cancel out，然后过后呢，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2y，然后我的这个41加30加180，然后再加33。OK，加33，这是等于284，加284等于360，所以我的 2y 呢会是等于这一个360减284，
它是76度，然后在除二的时候，我拿到的是 y 等于38度，所、so, 以 y 等于38度的情况之下，这样我就可以找到那个这一个 y 是38度，so y 是38度，这一个是180减这一个，so x。在这一边的时候，y 是38度。好，我刚刚这样子能够找到这样之后，我就卡这了。所以它的 stu 呢是 x，然后这个是 2y。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一题我能够做的事情是我加线，我在这一边我加多一条线下来。OK，我加多一条线下来这一边。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还有这一个，OK，所以我的这一个呢，它会等于这个加这个，这个加这个，会是这个，OK，so，而我的这一个是这个加这个。这个加这个是这个，OK。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呢，这一个是这一边这个加这个三角形外角等于内对角和，然后三角形外角等于内对角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这一个的外角。这一边，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还有我的这一个会等于这个加这个，so 这一个地方呢，它是 x 加 2y，然后这一个地方呢，我整个合上来呢，它会是41减 x 加30加33。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x 加 2y 加41减 x 加30加33等于180度。所以我在这边，我的 2y 加这一个41加30加33，41加30加33，OK，104。等于180度，所以我的 2y 等于180减掉，那是76，所以我的 y 是38度，跟刚刚上面的这个 y 是38度是一样。然后接着我要找 x 的 value 是找不到的。好，这题我在研究，我过后研究到的时候我再来那个答案。OK，他给的答案是52。52的话，对不对呀？不可能是52了。OK，那个应该是 x 加 2y 等于52。他 schema 那边给的时候，他 schema 给的是那个41减 x 加30加33，会是等于 x 加 2y。所以我在这一边，我41加30加33，这一个是104。等于 2x 加 2y，所以我这一边我的 x 加 y 会是等于52度。OK，so schema 是给52度了。好，这一个我再尝试多一次，就是说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想象一下，我把这一条线拉过来。OK，然后刚刚这一个是 x。和 2y，这一个是 x，然后这一个是 2y，OK，所以我的三角形外角的内对角和这一个地方，它会是等于那个41减 x 加30度，OK，然后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一个也是 x 加 2y，在这一边。
所以我最后也是在这一边41减 x 加 2y，然后再加30，再加33等于180度啊，我还是做不到。好，我过后做到的时候，我再找这一题，再录这一题，怎么录这一题？好，第五题，based on the following situation, the maximum age A to participate in reading competition 是15，所以我在这一边就是 A 小过或等于15，就是这样。然后 represent using number line，number line 的话呢，竖线。就是我在这一边这样，然后过后呢，它有一个15在这一边，然后小过或等于15，就是这样，so 就是这样的。So 安全的话呢，你要在这边加一个14，这个16。Diagram below show Anik looking at flying pigeon and a hen on the ground. So identify the angle of elevation of pigeon from Anis. So angle of elevation 是向上看，水平线向上看，水平线跟向上看之间。所以 E 的这一个是角 BAO，OK？、Okay? 然后你要写成那个角，那个 OAB，BAOOAB 都可以。然后第二个呢？他要的是 angle of depression of hands from Anis，所以向下看，水平线向下看，水平线向下看之间是它的 angle of depression，所以它是 OAC 或者是然后 CAO，好，就是这样。好，在这一边这个图它是那个帐篷，然后阿明跟他的朋友立上来的帐篷。他说 QRS 是在地上，然后他说 PR 呢是2.3米，OK，然后 PR 是2.3，PR 是2.3，然后它的 QR 等于 RS，所以这一个是0.7，0.7，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它的2.5是什么？它的2.5是 PQ 啊。OK，so、okay, 我在这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2.5的 square 呢，会是变成6.25。然后我的2.3 square 加0.7 square 的话呢，它就会变成了这一个2.3的 square，然后它是5.29，然后。再加0.7449 OK，so 这一个加0.7的 square，它是等于5.78 OK，so 我的6.25，就是说我的这一个2.5的 square 不等于2.3的 square 加0.7的 square，所以它不是那个right angle triangle，OK。Converse of Pythagoras triangle，所以在这一边它是 not upright，OK，so、okay? not upright position，OK，、okay? so 它不是那个垂直的，然后接着，based on diagram of question C，what is the length of PR so that the Length at the ten is erected in the upright position on the ground. So 他现在要的是 PR。So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就它这个是 P，然后 R，Q，这个是2.5，这个是0.7。所以我要找 PR，PR 呢是属于短的，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情况之下呢。我就要把它变成了那个什么东西啊？找短的就用来减，OK，找短的用来减。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它的这一个 PR 会是等于 square root of 2.5 square 减0.7 square 72425，OK。
2.4。OK，所以它的答案是2.4 米。OK，好，所以我在这一边 square root of 2.5 square 减0.7 square，然后我拿到的是2.4，所以它答案是2.4。好，第六题 A。Data in diagram below show the number of car owned by a family. So state the type of the data. So 它的这个 data 呢是属于那个 discrete data. OK，so 这个是 discrete，然后 data。马来文的话呢，它叫做那个data discrete。So data discrete，OK，DISKRET。然后 complete the frequency table 0、1、2、3、4，所以零的有一二三三个，然后一的有一二三四四个，然后二的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然后接着三的有一二三四五五个，然后四的有一二两个，所以全部加上来是20，正确了。好，接着。B 的这一边，它是一个 line graph，part time worker 4个星期，然后在这边这一个是100，然后这一个是150，这一个是250，两百五，然后他在这边98先买两个同样的手表，一个手表是多少钱？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全部加上来是100加百加200再加200，这个是他总共得到的钱。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一个是500、600、750，所以750乘以90%的情况之下，750乘0.9，所以是675。OK，所以它的这个600，等下呢，在这一边，它这个是240啊，这一边它这一个是一二三四五250啊，对，那周末他给的答案那边是写240的，90，周末是90，这一个是100，然后百五，一二三四五百五啊，对呀。250啊，算了，好，所以这个是675，所以我的675除2的情况之下，所以我在这边100加150加250加250，然后拿到750乘0.9，然后675，然后再除2，所以它一个的价钱是337.5。So RM 337.50，然后 based on trend online graph, predict the wages achieved in the fifth week。第五个星期的情况之下，他会拿到多少钱呢？可能就连续一样吧，所以就250哦，这样哦，就讲他的那一个什么，他工钱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就是讲他熟练了，一直都是250了，他的 maximum 了这样，就是250，每个星期250这样，所以 RM 250，OK，好。这一题我觉得，有争议性啊，可能他已经存够钱，他不要做了嘞，然后这样就变成零了咯，也可能他变得更熟练，他就300耶，所以我在这一边我都觉得，我自己本身能够接受更多的那一种答案的那一种啊，可是他 schema 那边是给250啊。好，在这一边它是 histogram，OK，okay,
50个学生的高度，所以这一个是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所以总共有50个吗？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对。然后 find the number 最少165，所以165以上呢是这一个，所以是八加六加二，所以这一个是八加六加二。那就是16个，哎，so 八加六加二，八加六加二，八加六加二，十，对。Observing the shape of histogram, make the inference about the height of male student. So 最多人是在160到164。OK，so 什么？就是 majority of the male student height, is 160到164cm. OK，so 大多数的人是160到164。mod 是什么啊？通常他叫我们写 inference 的时候，我们讲 mod 是什么？好，这一边我就把跟 C 的讨论完了。OK，我再重新尝试了一下，所以我在这边呢，我能够知道的就是说，如果啦，我把我的这一条线延长来这一边的情况，OK，那么我的这一个是一个三角形外角等于内对角和，就是说我在这一边。那这一个是三角形，然后它的这一个地方会是等于这一个地方会是等于41减 x 加33，OK。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这一个又是一个三角形，OK，我这一个又是一个三角形。哦，这一个又是一个三角形，然后在我这一个三角形里面呢，这一边弄出来，周，或者是我在这一边，这一边，这一个弄出来，这一边，这一个是这两个合上来是这个41减 x 加30加30，OK。好，然后在这边的时候，这个也是 x 加2，这个地方三角形外角等于内对角和，我这个地方，这个也是三角形外角等于内对角和，这一边，我的这一个还是一样，x 加2，我还是找不到，我还是只能够找到 y 吧。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这一个这样出来，所以我的这一个地方是三角形外角等于内对角和41减 x 加30。然后接着呢，在这边这两个的外角是这一个，这一个是 x 加 2y。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两个三角形外角等于内对角和，又来到这一边，这个加这个，x 加 2y 加33，还是一样，加起来等于360度，41减 x 加30加33加 x 加 2y 等于180度，是做不到。这里应该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会专门拍一个影片来讲。